每次只会讲这一句而已。他拿了他皮了就没了。哇，你可以先介绍英文老师哎。那以前我念大学的时候，我不知道该要选什么系。对。那时候我就看你五年，开始喜欢你。那那时候我就知道你学习英文系，对不对？对，那我就选择了英文系。对。最后就变成了高中的英语老师。可是我英文系毕业，我好多都忘记了。我也是啊。可是你看起来很像高中生啊。所以他们应该把你当朋友了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吧？对呀、啊。哦、那酒店有什么？我送他什么呢？看一下，提升你的体力。谢谢你，我喜欢你好久了。谢谢。好，我相信。那下次叫我英文好不好？喜欢你好久。三二一 ，Congratulations！ 谢谢 Jolie。